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奇闻异事：不为人知的离奇事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午夜剧院的无声演出、幽灵剧团的传说；二、遗失森林的石门，通往异世的入口；三、古墓中的金色幻影，迷失的帝国宝藏。奈魔，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午夜剧院的无声演出、幽灵剧团的传说。 各位观众、学者、幽灵猎人以及偶尔迷路的互联网冲浪者，今晚我们将一同揭开午夜剧院无声演出的神秘面纱。请紧握你的爆米花或鬼魂探测器，因为我们即将进入幽灵剧团的传说深处。首先，让我们调整时钟，回到那个没有智能手机打扰的时代。午夜剧院，一个在白天看起来普普通通，但一到夜晚就变得诡异非凡的地方。传说中，当钟声敲响午夜十二点，剧院的灯光会神秘的亮起。 舞台上会出现一群无声的表演者——幽灵剧团。这个剧团的成员都是过去在这个剧院演出的艺术家，他们对舞台的热爱超越了生死的界限。他们的表演无需观众，也不需要掌声，因为他们的观众是彼此，而他们的掌声是永恒的回响。有趣的是，这些幽灵演员似乎对剧目的选择有着极高的品味，他们偏爱莎士比亚的悲剧、莫里哀的喜剧，甚至偶尔会尝试一些前卫的实验剧目。想象一下。 一群穿着古装的幽灵在舞台上表演《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独白，而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这种无声的艺术。有些胆大的夜间看门人和不信邪的剧院爱好者试图一窥究竟，却发现他们无法听到任何声音，只能看到一群穿着华丽服装的幽灵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来回穿梭。科学家们试图用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从声波干扰到集体幻觉。 但没有一个理论能完全说服那些亲眼见过幽灵剧团表演的人，而那些幽灵猎人们则带着他们的录音设备和红外摄像机，希望捕捉到一些超自然的证据，但往往一无所获。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午夜剧院的无声演出也许是对我们这个喧嚣世界的一种讽刺。在这个需要不断发声才能被注意到的时代，这些幽灵演员用他们的沉默提醒我们，艺术不仅仅是为了观众的喝彩，它还是一种灵魂深处的自我表达。所以。 下次当你路过一个古老的剧院，不妨停下脚步，倾听那些无声的幽灵演员们，他们可能正上演着世界上最纯粹的艺术形式，只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遗失森林的石门，通往异世的入口。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古老的谜团，一个让无数探险家、历史学家和幻想爱好者夜不能寐的话题——遗失森林的石门。这个话题。 如果你是一位寻常的游客，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个适合露营的地方；但对于我们这些穿梭于历史长河的时空旅人来说，它可是一个充满神秘与奇幻的存在。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遗失森林的石门。这个石门据说是位于一片古老森林的深处，由巨大的石块构成，形状似门非门，似窗非窗。它的存在就像是大自然的一个恶作剧，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否是某个失落文明的遗迹。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关于石门的传说。有人说，这个石门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一个未知的异次元空间。只有在月圆之夜或者是在特定的星象下，石门才会开启。当然，这些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但他们确实为石门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趣的是，每当有人试图去证实这些传说时，总是会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说指南针失灵，通讯设备无法工作。 甚至有人声称他们看到了时间扭曲的景象。当然，这些都可能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特殊性所导致的，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对于石门背后秘密的好奇。现在，我们来谈谈那些试图穿越石门的勇敢或者说莽撞的人。有记录显示，曾经有几个探险队伍试图揭开石门的秘密，但他们要么神秘失踪，要么带住一些难以理解的故事回来。这些故事包括了时间停滞、遇见古老文明的幽灵。 甚至是羽翼世界生物的邂逅。当然，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他们确实为石门增添了一些科幻小说的色彩。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关于遗失森林的石门，还有一个最大的谜团，它的真正来历。有人认为它是自然形成的，有人则坚信它是某个古文明的遗迹。不过，不管它的来历如何，石门都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着迷的谜团，一个等待勇敢而好奇的心灵去探索的秘密。所以。 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遗失森林探险，记得对那神秘的石门保持敬畏之心。毕竟，不是每个秘密都适合被揭开，有些事情或许永远留在传说中才是最好的。好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古墓中的金色幻影，迷失的帝国宝藏。各位尊敬的历史爱好者、冒险家以及坐在电脑前的数字考古学家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话题——古墓中的金色幻影。 迷失的帝国宝藏，请调整好你们的探险帽，我们即将踏上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但别担心，这次你不需要更新破伤风疫苗。首先，让我们来设定一下场景，想象一下你正在穿越一片茂密的丛林，或是在沙漠中跋涉。突然间，你的脚下响起了空洞的声音。经过一番挖掘，你发现了一个隐藏已久的入口，通往一个古老的墓穴。你的心跳开始加速，因为你知道，根据所有好莱坞电影的标准。 你可能刚刚找到了一笔巨大的宝藏，但在我们继续之前，我必须提醒大家，现实中的考古学并不总是那么光鲜亮丽。大多数时候，我们发现的是一些陶罐碎片、古代硬币或者是一堆不太好闻的人类遗骸。然而，偶尔我们确实会听到一些关于发现金色幻影的故事，这些故事足以让任何人梦想成为下一个印第安纳琼斯。比如说，有关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室。 当霍华德·卡特在1922年打开了这个几乎未被打扰的墓室时，他发现了一个充满了金子和珍宝的房间。这个发现震惊了世界，也让无数人开始幻想自己能够发现隐藏的帝国宝藏。或者，我们可以谈谈那些传说中的宝藏，比如失落的印加帝国宝藏，据说被藏在安第斯山脉的某个秘密地点。这个宝藏包括了大量的黄金、宝石和艺术品，据说是为了躲避西班牙征服者而被隐藏起来的。直到今天。 还有无数的探险家和宝藏猎人在寻找这个传说中的财富，但是让我们回到现实，大多数的古墓宝藏并不是由黄金和珠宝组成的，它们是由历史的碎片组成的，每一件小小的文物都能为我们揭示过去的秘密。考古学家们的真正宝藏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古代文明生活方式的线索。所以，下次当你听说有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古墓，记得那里面可能不只是金子和珠宝。 可能还有一些古老的发票、税单，甚至是古代的猫咪木乃伊，因为你知道，古埃及人对他们的猫咪是相当认真的。在这个充满神秘和冒险的领域中，每一个发现都是对过去的一次致敬，每一次挖掘都是对历史的一次深情拥抱。所以，尽管我们可能不会每次都找到闪闪发光的金子，但我们总是能够发现人类故事的金色线索，而这，各位朋友，才是真正的宝藏。 各位观众，今晚我们一起揭开了午夜剧院、遗失森林的石门和古墓中的金色幻影的神秘面纱。虽然这些故事中充满了惊奇和冒险，但在我们对这些传说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些现象。午夜剧院的无声演出提醒我们，艺术不仅仅是为了观众的喝彩，它是一种灵魂深处的自我表达。这些幽灵演员们用他们的沉默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 艺术是一种自我欣赏的方式，不一定需要外界的认可。所以，下次当你经过一个古老的剧院，不妨停下脚步，倾听那些无声的幽灵演员们，你会发现，他们正以一种纯粹的方式展现着艺术的美。伊失森林的石门则成为了一个让人心生好奇的谜题。我们听说了各种关于这个石门的传说，但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完全解释这些现象。或许，这个石门只是大自然的一种巧合。 或者它真的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我们无从得知。然而，这个谜题给了我们无数的想象空间和冒险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探索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性。最后，古墓中的金色幻影让我们意识到，考古学并不总是充满着黄金和珠宝，真正的宝藏是那些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遗物。每一个小小的文物都能为我们揭示古代文明的秘密。 所以，尽管我们可能不会每次都找到闪闪发光的金子，但我们始终能够发现人类故事的金色线索。各位观众，你们对这些神秘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对午夜剧院的无声演出、遗失森林的石门和古墓中的金色幻影有什么猜测或者想法？请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想法。我期待着与你们的讨论。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